我看你这自杀解释。我咋了呀，组长？一会儿去财务室一趟。你要发工资了？发工资？你先转我们就行了。发工资？你都要倒贴工资了，知不知道？凭啥呀？那我这辛辛苦苦一个月干嘛呢？我为啥要倒贴钱啊？我苦一个月，我为啥呀？公司得有规章制度，一周六天，你休息五天，你还打游戏，你还有理了？还吃零食？看电影？还喝酒？睡觉？睡觉就算了，睡觉还打呼，这不扣你钱扣谁啊？就扣你。那我不白上班了吗？不行，我不交，我还得把钱存着给我女朋友买包呢。你还有女朋友？舍得给你女朋友花钱吗？我当然舍得。你养得起女朋友吗？我每个月花钱都有计划的，好不好？对了，我昨天还给她买了个内衣呢，我还记着呢。还记？那个女人都喜欢男人花钱花的非常的有制度啊，是是。嗯。啊，那陈总，那你帮我把罚款交了吧。怕啥呀？您是老板，公司规章制度都是您定的。你没钱啊？啊，那个啥，劳动局吗？多少钱我就不用，丁总，他迟到他扣钱。我是他的女朋友。哎呦，误会一场，原来是误会啊！啊，不用交了，不用交了，不用交。